人心只有一颗，真爱只有一次。真爱一个人，是心里住着一个人，永远不分离。真爱一个人，不在身边，就在心上。一，心里住着一个人，好苦。爱上一个人，是那个人就在心上，天天想着，念着，但往往因为生活，因为现实，不能在一起，没有思念的苦，一天天翻涌出来。思念的苦，在夜里，一个人的时候，情不自禁想起来，多么渴望，此刻他可以陪伴在身边，在白天，忙里偷闲还是想他，那种感觉，是渴望有一个依靠。思念的苦，是惆怅的，是每天心上都是他，无处安放的思念，哪一天才是一个头啊？唯有一次次祈祷，希望他早点到身边来，永远不分开。还有，爱一个人，便苦苦等待他的到来。那种日子，一天天数着过，分分秒秒，都是度日如年。二，心里住着一个人，好甜。因为爱一个人，是渴望幸福，是憧憬有一天，牵手一辈子，可以走进婚姻，可以陪伴到白发苍苍。想着想着，情不自禁笑了，那份美好的愿望，在心头缭绕，在生命的周围，从未离开，再多的苦，也感觉值得，哪怕是等待很多年，只要最后等来了他，感觉都值得。想起他的样子，总有幸福的希望，有美丽的画面，特别是遇见时候的美丽，一瞬间，就是一辈子不忘记。三，心里住着一个人，好无奈。多少真爱的人，徘徊在婚姻之外，爱而不得，却唯有思念从未减少，爱着，想着，盼望着，一天天，一年年，都是空白的等待。特别是，人到中年，突然遇到爱情，好尴尬，爱不能，不爱不行，左右为难，但最后，还是选择了爱，因为那个人，已经住进了心灵，无法摆脱，谁也不能阻止两颗真爱的心，一点点靠近。那些爱着，不能在一起的日子，好无奈，分开了，但是放不下，忘不掉，爱终究不是那么单纯，也不是年轻时候想的。一次相爱，一生相爱，多少人陪伴你一程看，但没有陪伴一生，唯有思念，却一辈子都在。酸甜苦辣咸，哪一样不是爱情的滋味？爱情终究不是浪漫，除此之外，还有苦涩，就像一次突如其来的遇见，一见如故，一见钟情，但有缘无分。就像牵手的人，走着走着就变心了，爱上了别人，留下那个痴情的人，默默流泪。原来，爱情终究好难有一个圆满的结局，更多是，心里住着一个人，说起来是幸福，其实好苦。关注我的文字，走进你的心灵，某种配图来源网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